站住！哎，听见没有啊？别再往前走了！站住！哎，小姐没事吧？别怕！哎，小姐别怕！我们就是想问问你来干什么的。你没事吧？你这个死胖子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你信不信？胖子也是你叫的，胖姐。老板怎么来了？别一个人跑出来。做任何事之前要先跟我说一声。嗯。遇到危险要及时大声求救。嗯。老板，谢谢你救我。刚才那两个人为什么要追我？你见过哪个住高档别墅区的大半夜买菜？可是晚上六点以后菜打七折。熟。不好意思啊。第六条。不准触碰老板的身体。明明是你在触碰我的身体。老板，我会不会太重了？你行不行啊？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啊？那你为什么越走越慢？有吗？